个奖励，不是马先生，还有我们优秀的女力农会总干事，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所有的女力青农们，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小合作们，好可爱的小合作们，所有现场的贵宾媒体记者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台南市农会跟我们协办的这个新的这个南农女力有爱又美的记者会。大家都看到媒体报道，黄市长真的非常用心，昨天晚上才风尘仆仆从日本回来，在帮大家在推农产品做展，所以我觉得您台南人好辛苦。还有当然是团队也是非常厉害的角色，每一次都非常用心的规划这些活动，然后找来很多这个很能干的女力青农们。佩服，种出来的样样水果跟都非常的鲜美，然后外观也是非常的好，而且种类非常多，辛苦。今天是我们女力的节日，3月8号妇女节，祝在这里祝大家妇女节愉快。还有这个台南建成400年，黄市长都我们觉得原本觉得很荣耀，受到邀请一起协办参加很多的活动，那上个礼拜也去看了兰花展，真是非常惊讶，有这么大的数量的外销，世界各地做得这么好，所以我们觉得做了这个台南的这些农业展之后，我们原本也学习到很多，我们要需要更精进跟更努力。这几年来这个很高兴台南市的农会经常邀请原本一起办水果还有农产品花卉还有很多东西这个展览，还有你听说后壁的你也是很出名的，所以我们应该有吃饱过。那我们原百在这个今年也是58年，在台湾经营58年，几乎一家子可以说是比较最老的百货公司。我们还有8家的 City Super 帮我们一起销售这些农产品，让国人知道好东西都生产在台南，对不对？而且都是本地直销最高等级以及最好吃最新鲜的水果跟农产品，那相信我们还可以推广更多的东西，也到更多的地方。今天的节目最后还会有场公益的拍卖会，那集结了8位女力女青农，她们自己生产的最好的农产品都有得过奖，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我们希望。